为了让婚姻家父中心的活动可以欢喜开学，来自台南的代主基金会联合妇女西主会、未了大西西主会等等团体，今天在后尾镇活动中心举办捐赠活动，捐赠了50台的脚踏车，以及每一位学童1000块的奖学金。快乐与科学，幸福上学去。看到全新的脚踏车，囡仔表情拢出现欢喜的笑容。而且脚踏车都是由代主基金会所捐赠的，家父中心也特别感谢这份感恩的开学礼物。这些年来，云林教育中心的孩子接受戴爷爷的捐赠的脚踏车的孩子，已经有好几百位了。我在这地方呢，我要感谢我们的孩子们，跟戴董事长说声谢谢。有你的关心，孩子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各地家扶中心真歹募款，有真侪弱势家庭的生活是更加困难。为此，代主基金会董事长戴英吉是特别联合妇女西主会、未了大西西主会等等团体，共同捐赠予婚姻家扶中心50台的脚踏车，甲每位学童1000块的奖学金，帮助囡仔顺利开学。伊真用心哈，来咧照顾咱的家扶。每一年都有办这个活动，已经延续足侪年啊，所以直接除了感谢伊，嘛祝福咱这小朋友吼，这服务中心的小朋友，大家拢真有福气，有这个戴爷爷来照顾。这次我们感谢我们的戴前总监戴龙菊，他的热善的哈施舍哈，他是一位哈善心的人。这次我们胡女士只会有这荣幸来承办这个活动，感觉很荣幸。馆长张丽珊也来到活动现场，除了感谢基金会和国赛组会的帮助，也在现场和贵宾做会体验非洲鼓的表演。9月初一就要开学了，希望所有的学童可以认真学习。我们代主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大力的在开学之前配合我们狮子会呢捐助我们所有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部自行车了哈，那同时也有安全帽，还有背包哈，还有1000块的这样的一个红包哈。那除了我们戴荣吉总监所捐赠的之外呢，我们虎尾狮子会，还有我们台西狮子会、麦寮狮子会，都大家集合共同的爱心哦，也给孩子助学金了哈，也给我们教辅中心很大力的支持。透过这次捐赠活动，结合正人的力量，送出爱心，帮助家扶儿童会当快乐幸福上课，让社会更加温暖。记者邱献成、丁贵珠采访报道。